清禀清奇。一天，每人有一次回家的机会。哎，嗯，人呢？人去哪儿了呀？这跑哪去了？这要去哪里找啊？看他们又要出什么幺蛾子。妈，别乱动好吗？是，我在那底下，好吧？不，我要生气哦！开什么玩笑呢？我们回去吧，别去抓鸡了吧？抓的鸡就跟你回家了。给面，给！下不了手啊！不用你不用来了吗？我来了。妈，你走不走你？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对我印象是什么样的？虽然没见过面，但是一来的时候媳妇就给我一个下马威。给你下马威？对，叫小智带我去街上跟他喝杯咖啡。妈妈，那我先出去哦。你会走？我刚刚有到扫把，做这个扫把。对啊，不要啦，不要啦。国人还能被尿憋死，饿不着老婆孩子。西兰花炒鸡蛋能炒吗？没有西兰花炒蛋这一说。不，生抽和姜不是一个东西吗？鸡蛋我也会做。你怎么做的话，谁还不会做了？哎呦！齐妈妈，听说我妈妈，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太好了！咱玩个跷跷板。我也用不上了。哎！服不服？不服。